方的阳光照着北方的风，可能时光被吹走，从此无影无踪，可能故事只剩下一个难忘的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不是说新疆旅游宰客游客骤减吗？我从库车到那拉提351千米，开了快11个小时还没到，车流量太大了。出发堵，中途堵，快到了更堵，从中午堵到夜里，到了地方还堵车，让我们从高速绕一圈。这边堵车了，高速乱堵，堵车了啊！来，我翻过昆仑山，穿过沙漠，就是为了来独库公路堵车的吗？独库公路的堵车到底有多离谱？全新疆的小羊都下班喽。今天入住的酒店是乌鲁木齐的希尔顿酒店，价格比去年应该是涨了50%，但是不愁卖哈，还是蛮多人住的。大家避雷啊，避雷！这里是那拉提的许连谷，另外要单收门票，每人60，然后坐个15分钟的区间车过来，景色就是这样的，什么也没有。这景色呢和独库公路中间的好几段一模一样，在独库公路其实就玩过见过好多次了，这是丝毫没有新意。你好，各位游客，请不要坐栏杆，翻越栏杆踩踏错了。你好，各位游客，请不要坐栏杆，翻越栏杆踩踏错了。你好，各位游客，请不要坐栏杆翻。哥，你去不去康马仪啊？你这什么情况啊？能不能给我带到康马仪去啊？你着急吗？我不着急啊，我可以等会儿。啊，那你要不着急的话，那晚一点呗，我给你带到克拉玛依去，可以吗？行了。好，那你先上来呗。好。你这什么情况啊？你怎么跑这大马路边来拦车呀？我跟我男朋友来魔鬼城这边玩来着，然后路上呢就斗了两句嘴嘛，然后他就把我扔路边。你们这里降到50，非常抱歉，非常抱歉。你先别说话，你这边来到50多号了，游客中心36号，一个小时一次号都没叫过。对呀、啊，你们50号为什么能玩？你们叫我们去游客中心。50号也没玩到，你没玩到，但是50号上去了呀。我们都已经看到了，50号上去了呀，你没玩到。你们看好了吗？好了，我们该把票退掉，退票啊！该把票退掉。我能看见你们的家人吗？10点半，就看10点半。每一个站每一个站都给大家提前走提前走，要么就不要报这种团，既然报种团了以后大家抓紧时间，按照导游给您说的。我是跟你笑话着说吧，我说咱们 我们下一站要去瑞丽、要去桐城、要去芒市、我们拿不了这东西，跟哪个关系吗？跟
跟你没关系，我不买行不？啊、不买行啊，你给我站起来。那你说什么？那你说你们东北人是刚才你针对我们了，知道吗？你们东北人八个人怎么样？我八个人我花一份钱了。我说的是事实、啊，我没花钱了。针对我们了？对，针没针对我们？你就说你针对的是谁？我说的是事实呀、啊。啊，没关系，你针没针对？我说的是事实呀、啊。他们不怕针对，他们有工资上。我不怕你录像，我这说。发了一个70岁的婆婆多牛逼，你看。准备的车拉车那麻袋啊去我地里装瓜，被我抓到了栽在地里的瓜给我扔在那里，你说这种70岁的我怎么能原谅啊，我都不知道他儿子女儿碰到这样的人作何感想啊，这就是70岁我处理不了的结果。他们村里面我前面抓了几个，然后觉得可能法律管不了他们，那又来了，如果这样子法律制裁不了他，我地里全部都是颗粒无收。这些人呢、啊啊，这个小羊狗不要了，车也不要了，这还有一个，哇，这样怎么这样啊？打掉！来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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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